又是黄灯，又是在我开得很近的时候亮了黄灯看。这 Pine Forest 刚从 I-10 下来 ，Interstate Highway Number 10下来，在我一开近，亮黄灯了。前面有几个人已经过去，那边又亮了个红灯。刚一开近，又亮黄灯了。2019年9月14号晚上，录像时间32秒。